大将军此次南下，必将东北文化发扬光大。我必须教南方的朋友们，婆婆丁这个物种到底怎么整？挖婆婆丁必须整个像我这样手套，你整个这样式铲子，长得跟火箭穿出来了似的。拉深点，婆婆丁的精髓是保留它的根部。这是董元辉教我的，懂了懂了。一个完整的婆婆丁，学会了吗？告诉董老师这是什么？哪个是婆婆丁？黄色的，是吧？对，你觉得都没吃这玩意儿吗？那可不是，他当年王宝钗等薛平贵的时候就吃的，人指这玩意儿活呢都。你洗的时候吧，不能把这个根部破坏了。就这，你是生着吃、站着吃、包饺子吃、晒干了泡水喝，但凡小小尿尿焦黄，你就吃吧，就这么蘸酱啊。你尝一个呢？骑上二八如同骑上高头大马，不是家人们别上公园玩啊，狗尿尚未出嫁。